喂，你看，整我呢个麦先。唔该晒，黄先生。诶，唔使，准备啊。OK， 好表现。三、二、一，到机。你好，又系我 Henry 啊。而家新闻报道，啊唔系，而家系港湾豪庭嘅报道。啊，今日咧为大家介绍一间港湾豪庭高层单位。咁啱上次高层，今次有高层，冇错。今次呢间高层系有装修嘅单位，系望海嘅单位。仲要业主咧好花心思，将个洗手间扩大咗添。至于个单位里面究竟系点，好有兴趣睇咧，我哋就而家即刻睇片。嗱，呢个单位咧就报道完毕啦。咁而家将呢个时间咧就交俾阿 Philip 先。OK， 唔该晒啊 ，Henry。咁啊，翻到我哋呢边咧，我哋同大家再报道下个天气啊。唔系如果大家睇完个单位觉得好满意嘅话咧，随时记得揾我哋啦。